Who's got the cutest pet on the internet? I have this one, so cute. Hi, hi, 我是艾利克。那我现在在医院，就是看护这样。照顾病人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一件事。然后就家人生病了，然后。现在就是在帮，就是家人看护，这样。就是照顾病人才知道，母亲的伟大。母亲从小让你把屎把尿的，那我在医院也学到好多，学会了包纸尿裤、换床单，好多医院志工阿姨做的事情我都。慢慢在学习，因为家里有老人家，所以也需要长期的照顾。这是尿布，然后这是护垫。这是医院的花园，阳光花园，可以来这边透透气。这样，现在天空在下雨。我的晚餐，青面线跟甜不辣。我的晚餐。好吃，好吃。那我就继续赶快吃晚饭。嗨，我刚轮班回家，现在就是非常的累，轮了连续两天，连二，那就先这样了，我先休息了。